们，我上了海螺岛了，加个关注，晚上九点半海螺螃蟹爆桶直播。为什么我能发现这条鱼？因为它喷水了。这是一条老板鱼，这小可爱就的，好像撒手就能飞了一样。祝咱们家双击的老铁能像这条老板鱼一样，早日飞黄腾达。人做事贵在坚持，就像我拍这个皮皮虾进洞，我拍了七遍才拍到全部进洞，因为老铁超级喜欢皮皮虾钻洞，哪怕再拍70遍我也愿意，只要能够让老铁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开心。老铁开心的时候能给我一个双击一个关注我就心满意。昨天翻开石头翻了一只长腿八爪鱼，家也被他们拆了，今天呢我又给他找了个新家，看他喜欢不喜欢。哎，挺喜欢的啊，感觉这长腿新家漂亮的，咱给他爱心点点。来了朋友们，这是赶海在渔网上发现的两只小河豚，在太阳下暴晒已经死去，为了避免被其他小动物吃掉受到影响，我决定将它就地掩埋。有的朋友一进来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有的朋友看到这么正能量的段子也不给，不给我就给你发私信喽。兄弟姐妹们，当你们走到海边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小鼓包，一定要停下你们的脚步，用手去抠一抠，下面多多少少都是有货的。嘿嘿，海螺一枚，大家老铁有没有吃过海螺的？吃过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喜欢海边生活的，双击加关注。